Hello， 我是大侠萧清扬。你有看到我身后有一群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今天来到摄影棚，替圣人昌免税商店旗下的圣人昌珠宝拍摄影片。然后品牌经理 Grace 也有来到现场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Every Jewelry 的 Grace。圣人昌珠宝一直很努力的想要透过珠宝设计，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之美。这次我们的设计比赛也非常开心，能够和让台湾享誉国际的萧清扬老师合作，期待能够激荡出更多的火花。圣人昌珠宝即将举办珠宝设计比赛，我这次也是比赛的评审，欢迎对这次珠宝比赛有兴趣的同学踊跃来参加。期待你们设计的台湾之美，等你哦。